今天又做核酸了，该换我了。上次是我小妹做的。现在才6点多钟，群里边通知说5点多开始做，都起得好早。人家都上地干活了，咱俩先在家干活。今天早饭我决定做点皮蛋瘦肉粥喝，你去帮我切点瘦肉丝儿，然后再切点姜丝儿呗，行吗？哎呀，做饭了，怎么水是不少了？哎呀，这尴尬了啊！不能吃饭，不行就再搁那锅里添点水煮一下，就像吃也挺好。做的事情为什么变成饭了？焖蛋饭焖太大了，对不吃吧？那咋整啊？我也没寻思弄成这样式的。这个失误有你一半的责任，姜丝儿可多了。我放的时候你都没吱声，你放完了我咋吱声？那我得捞出来。我喜欢摔锅。别说话。捞好吃吗？好吃。真的吗？真心的吧？就姜有点多。姜没事，吃姜好。冬吃萝卜，夏吃姜。